各位，我们今天要去寻找圣诞节。兴奋个屁哦！觉得有点恶心。我也那么觉得。刚好香肠很好吃，我吃不出罐包什么味道。哇！啊！然后他进来门票300块，不能抵吃的东西，所以大家之后下次或是有类似的再斟酌一下。可能没有下次。会有吧？会吗？出门被捅。如果我们入场的话，就会获得精美口罩，限定口罩。对啊，但活动很多，下次大家有机会可以找一下。嗨，各位，我们在台南市长青阁，然后我是查到它有一个环保的圣诞装饰，可是它平日才有开，我们今天礼拜六。所以没有，可是有圣诞树。我们现在在星光三月小西门。你们借拍一下。好的，好的。好帅哦！嗨嗨嗨嗨呀！我们现在在扎哈木原住民公园，它这边也有圣诞树，然后比较特别的是，它这边有原住民们的。就是我们好朋友们的表演。经过你前面的时候，给他们一个热情的掌声，好吗？啊，不要只看那个像裤子的部分。哎，来，大家可以站起来哦！哇哇，哎，是的，因为它呢叫做花莲县县舞哈，所以是。每个人都会的，就是很简单，可以学习。啊哈，是是是是是是是，可以可以站起来，没关系。走，哎，举手。最感动的地方，对，氛围比较好一点了，不是人多的那个好，是有种温馨的感觉。莫，你觉得我跳得好吗？太棒了！大圆版圣诞树其实算蛮好看的。比其他，它比较不会那么。刮吧，那我们今天19号寻找圣诞节，差不多就到这里。对，那它其实之后还有更多活动，我这里大家可以去台南市官方的网站看，我会贴在下面说明栏。那其实不止这里有圣诞树，还有很多地方都有，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。就这样。